这我若查某，我刚才听你唱歌，我嘛爱着。哎，那 F 美女选总统，邓品燕当选，邓品燕当选，品燕品燕品燕当选当选当选，麦个嗨，好好唱歌。他的声音啊，很甜很美。我今晚要给你点一条歌，好不？我听你唱歌《白灵溪》啊。哇，气味就好。白灵溪，吃饭鸡，这条吗？吃个港阿弟，是这首吗？我知道你是咧看美女。哎，你唱，哎，人伊唱哦，还声音足清气，你唱拢足垃圾的呢。歹势，我在牛车。得。牛车咧塞落去啊！真正白灵溪。哦，真正白灵溪哦。可以吗？好好好，可以。其实最近也有听到碰哥有改编那个词，就是。哦，你有改编哦！哎呦，吓你搞啊！真的假的？有啊。你要唱碰哥版本哦。唱碰哥的版本。天星的。一切蕊珠啦。珠蕊，阿下蕊珠。天星的珠蕊。啊。可以吗？哎，打个听看麦哦。碰哥的词。非常的美，好啊！那个平艳的歌声，哈。又看见白色的云浮上天。心痛，风吹冰冰的珠泪，月圆的孤单马上心叫停，声声句句替阮讲出我真想你，像彼时咱两人牵手行海边，水中的形影笑。相片藏在床边，夜夜期待梦中你来叫阮的名字，想彼时咱两人牵手行海边，水中的形影笑眯眯，到如今只剩阮甲一人相思，你的相片藏在床边，夜夜期待梦中你来叫阮的名字，你的相片藏在床边，夜夜期待梦中你来叫阮的名字。哦，谢谢大家。心袂变卦。
有一句话紧讲予你听，你的耳孔行会愈来愈重。我会爱你的白头发，爱你爱到千老百年，烧酒是愈甜愈香，咱的感情老师好，你唱这样的歌也是一样没毛病，水就是美声，而且呢，有当下用低音来个看到管，卖用硬撑硬尖的真声来唱，这是对的。你要用低音来度过你的变声期，有当下用低音装饰一下，让它过去，一样整首歌会很好听。你今天展现了这样的功力，但是今日讲的是初恋的主题，初恋你无，你没有。所以整首歌只能讲你顺顺的唱下来而已，可是感情面我们感受不到那个画面。其实唱歌尾音你是可以营造的，平彦你绝对有那个能力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平彦，老师，平彦这个歌也是唱的蛮好的，只是说因为七老八十离你真的太远了，就是你年纪还很小，阿德老师可能就比较有感觉。然后就是你唱这样的歌的一个情绪，你的对象啊，就是要有一个对象。那你现在感觉是你很完美的把这首歌唱完。那另外提醒你一个技术上的问题，就是你唱到一些鼻音的时候，比方说或当有没有，或者是宽，你太早到鼻音了，你了解我意思啊？撸来撸当，应该是到最后收的时候才回到鼻音。那你太早，就当就在那边等。这个给你一个小小建议，好，谢谢。谢谢老师。是吗？是吗？Darling
谢谢平彦。
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你哭我也想哭。没事没事，可以可以一起哭。现在后面没有歌了，没歌了。可以可以。好，我们五个一起哭啊，五个一起哭啊，卫生纸都来啊。再分我一张、啊。来来来，给给。哎，梅姐，啊，再来再来再来。太难了，这个孩子。嗯，超棒，超棒。还是没事，还没事。超棒，又完成了，对不对？真的很呀，很厉害。OK， 嗯。邓品燕带来的歌曲是《勇敢》。
谢谢，谢谢邓品业。So
平燕呢，你也选对了人，伊丽的气质，哦，一个小学生，然后但是你的气质就是一个小王子哦，然后你选了一个小公主，我就觉得你们两个超搭的啦。然后呢，大人小孩的合音是非常困难的，在音色来讲，哦，咱来唱歌这个音色来讲，但是你们是音乐才子跟才女，四手连弹，我感觉你两个真正。感觉我就觉得今天的表演都太棒了，所以三组我都觉得太棒了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啊，平燕，你知道什么叫做选对歌吗？就是啊，都还没有声音还没有发射出来，我就觉得嗯，这个歌对了，这个歌对了。你们这四手联弹一开始的那个画面，那个声音，我们就觉得是对的。谢谢老师。像一个风台，经过地动所有鸟，最会好起谢谢小平。
谢平燕。平燕呢，你整首歌呢，我感觉下几句水，足水的声，吼、哦，你整首歌都是迄种行的感觉。我觉得那个技巧也好，那个态度也好，都非常的明确。所以两个人，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棒。我希望你未来的歌单，能为的歌单，都会当拼出家己的一片天，吼、哦，加油！哇，真的是语重心长哦，谆谆教诲。好，我们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好，尚姐跟平燕，你们今天呢，就是同行者。什么叫同行者？就是一起同行在这个比赛里面。然后，如果你们这个阶段呢，其实如果你们最重要是学生哦，这个身份哦，你要记得。你跟别人最不一样，就是你们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教室，就在这个舞台，啊，然后这是很多人在摸索，就是说从一个现实的学校，要进入到一个心境的、心灵的、属于自己的一个进阶的一个学校，就是你们现在站在这个舞台，
就每唱一首歌，就在为你们这个成长留下一个记忆，这个很特别。品燕呢，我觉得你已经超越了很多专业的歌手，很多专业歌手是没有办法说故事，在歌里面说故事的，你可以。燕呢？老师好。嘿、hey, ，我只有一个地方，我觉得像那个我被请求我唔把离开，那个亏虽然是假音，那个唔把，那是你第一遍的时候唱假音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是唱到就放掉了，没有把整句的那个长度给唱完，所以那个就少了一些歌这整个乐句的完整度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，像这样子的歌词哈。其实它是有很深的意思在里面，那我觉得你用美声的唱法没有问题，听起来都很美很好听，可是你对歌词的消化就少了一些体会，就觉得你唱到后面这个我被请求我不理过我婆你紧紧不放开，你知道那个是很重的一个情感的传递，但是你如果只是这样子淡淡的唱过去，就少了一些抛骨削肉的力道，这个就是你要加强的部分，歌词的消化，好吧？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我觉得你现在唱歌的方式啊，因为你有一个，反正现在有一个门槛要过嘛。我觉得你在这个时候，不管唱什么歌都是很动人的。一个这么站的要站稳这么不容易，然后还在这个时候有机会去
参加这样的比赛，然后选这样的歌，然后用自己的一个能力范围里面，就尽量去感受一下这个歌的感觉。这个画面很是很经典的，你永远不会忘记的，你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的。啊，谢谢。来听歌唱歌，唱咱的心声，痛苦总回答。来听歌唱歌，这条情歌，酸甘味甜拢是你的心声。你爱唱的歌，是我的青春，你的教我，悲欢离合唱袂散，只要你有我的歌声来作伴。平燕，这个是前哨战了嘛？哈，前哨战。对 对，你之前有参加过歌唱比赛节目对不对？对，就是台湾那么网的节目。哦，那后来是比到什么程度？就是大概比了一年多，然后就是但是没有过关，就是一样是留在那边，然后继续唱歌啊，对。然后后来结束之后呢，大概隔了8个月多，然后就想要重新燃起对唱歌的企图心，然后就是来红人榜比赛。对，他一开始是想参加我们的小小歌王擂台赛啊，就后来因为我们那是有一个时段的嘛，对，要暑假嘛，所以他就先去了这个其他的台，是也磨练了一年多。其实那一年对你也很重要啊。对，有曾经想放弃过吗？就是之前有一次，好像就是刚刚说到的游学团，然后也有想放弃，然后加上平常啊，就是有课业很繁重，就是像要回家之后要练琴，然后跳绳、写功课，然后背一些要考试要背的东西，还有那个练歌，对。尤其是你来红人榜的这段期间，是你最忙的时候。对，就是都要混在一起的。那你觉得你这么忙的过程里面，有什么活动是让你觉得最奢侈、最放松、最开心的？应该是去看棒球，对，可以抛开所有的烦恼吧之类的，所有的压力啦，对不对？现在你等一下，现在是小学生都流行跳绳，我刚才在想这个问题。林福林也跳绳，他也跳绳，他是这么多家长怕小孩长不高呀。其实我也有跳绳。你有跳绳？对，就是运动而已，我是单纯运动。那你要不要过来人的身份告诉大家说，其实不用跳得那么辛苦？没有，我以前没跳，所以你趁现在，趁现在啊。好，我妈老了，看什么都要跳跳。OK 哈，那当你跟爸爸讲说你要继续完成比赛的时候，爸爸有劝你不要吗？没有，他们就是爸爸妈妈一直都支持我的想法，我也觉得很开心啊。对，很开心。OK 哈，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？今天我要唱温岚老师的《听我唱歌》。为什么要跟这个？因为我想要谢谢所有喜爱我的观众朋友们，然后还有就是支持我的一些家人们啊，还有大家之类的，就是想要给他们听这首歌，然后希望他们可以继续为我加油，然后顺利的进到我们网站。是是是，而且他这次如果可以成功的这个闯过20关，可能声音就要休息一阵子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因为要6年级的课业比较繁重，加上有可能我会变声期，所以就先暂时没有要做比赛的这个规划。对，这样也好。哇，所以这是一场即将挥别童年的演唱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对不对？这会是红人榜，会是他在学生时期的最后一场电视的歌唱比赛吗？小学。小学。是是是，那我们就来听你的演唱好吗？好，谢谢。来，我们掌声欢迎。心内在想啥，亲像有一条线牵你甲我来相偎。世界遐尼大，舞台遮尼宽，掌声阮需要有你陪我行，阮行孤单。走过艰苦的彼段，我透气看
心肝内拢是感谢，来听我唱歌，唱咱的心声，痛苦做回答。来听我唱歌，这条情歌，酸甘蜜甜拢是你的心声。你爱唱的歌，是我的青春，你来教我，悲欢离合唱袂散，只要你有我的歌声来作伴。听我唱歌，唱咱的心声，痛苦做回答。来听我唱歌，这条情歌，酸甘蜜甜拢是你的心声。你爱唱的歌，是我的青春，你来教我，悲欢离合唱袂散，只要你有我的歌声来作伴。欢迎邓平燕带来的歌曲是《爱拼才会赢》。一时时，只不免怨叹；一时落，不免胆寒。哪通失去希望，每日醉茫茫。乌云有体，亲像稻草人。真是苦逼是海上的波浪，有时起。走起工来行，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，爱拼才会赢。一时时，一不免怨叹，一时。
谢老师。你的歌声唱这首歌绝对是 number one， 因为你的歌声会主人的抖音，你的歌声会美声，你还没变成这种声嗓，唱这首《花香》实在太适合了，很美很美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好，品燕呢？老师好。这个歌真的我没有听过你这个年纪唱的那么好的，已经无懈可击了，因为你现在要。这个会历经一个变声期，所以音准不准也很合理，啊，但是你唱歌的情绪跟你这个诠释歌曲的能力太强了，啊，今天给你很高的分数，好，单位加油。你是一只飞来飞去的风吹，亲像只快乐随风自由飞，你有时光。无风的时阵，你写一张批，把心内的话讲出，予我知。里面有你的笑容。
时阵你牵一条线，点点甲另外彼边交予我，牵着你就袂孤单，我的心情你知影，风吹来一阵一阵的有影。你是一只飞来飞去的风吹。亲像只花快乐随风自由飞，你有时宽有时低，上惊有一天无小心打断线，看着你飞过一山又一山，看着你飞过一山又一山，看着你飞过一岭又一岭。有一天你会看遍这个花花世界，敢是你藏在心内的愿望？有一天你会看遍这个花花世界，敢是你藏在心内的愿望？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平燕的这个跟平燕爸爸，我觉得今真的能够嫁给陶生你，真的是基因呐、啊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妙的和声。然后我觉得爸爸的展现让我觉得很大气，因为你的大气会展现到在囡仔身上的基因，让囡仔看到你的模样，对着爸爸的这个形影。或者是对着妈妈的形影，伊会展现着伊的气质。这个囡仔气质甲一般囡仔气质都无同，伊袂胆胆，伊袂惊吓，伊袂小气，他不会闪躲，他反倒是很大气的展现他想讲的话，他想唱的歌。伊迄个展现，就是恁四大应该看到。人讲四大人是囝的模，你们的样子就是他的模样，模子，模子印出来的就是邓平燕。所以平燕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成绩，我都觉得爸爸你有很大的功劳。那今天你们两位的这个合音，我都觉得很漂亮，很棒。那两队呢唱的，我都觉得太棒了。我有的是感动，是好笑；有的是非常美声的，我都觉得很棒。所以今天是无论输赢的，那你感觉是感动到讲白阿囝这种感情、这种缘分、这种的舞台 ，OK？ 好，加油！谢谢，谢老师。这一段表演呢？非常的温馨，然后我也终于知道说平燕为什么歌声里面有那么温柔 的特质在那边，因为爸爸也是这样的歌声，爸爸是一个很温柔的男人，就是他的口气里面、啊、平常我不知道，但是这段表演让我觉得非常温馨，然后非常的感动，非常的温暖、哦、两队都很棒，都一头落山伊会记得落地头无声无声
惜青春当下作，几头啰嗦，伊的记忆落在哪位啊？问我的名，阿妈你敢会记起我？平燕老师好。这首歌呢，从头到尾啊，我非常非常的感动，因为那个画面，那个画面是言语无法度去形容的，那你话语无法度讲出一种心内上深的感觉。但是你唱出来的歌声，既然有法度画出那个感觉，那是天分。你真正是足有天分的囡仔，很棒的孩子。你给我们很整首的、很完整的画面的哈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平燕老师好。平燕这个歌真的唱得很到位，很不错啊。这个是写给阿妈的歌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觉得你整个表现得非常好，而且你对于歌曲的音乐的诠释的能力，我觉得是相当好的。好，那唯一就是最后那一句那个 His You 情文的牵挂，那个地方的慢下来的时候，那个再进来的 timing。犹豫了一下下，哦，但其他的地方我都觉得这首歌唱得非常好。谢谢。双手，无人比伊较优秀。为我操劳的彼双手，伊的温柔，毋茫为着家己想，全部心思就有。
艳，哇，很感动。我觉得今天非常享受你唱这首歌的感觉，有一些小转音啊、尾音的收尾啊，很多细节你都照顾得非常好。那我觉得你真的是越来越厉害哦。那很多很多这个音乐敏感的地方，你在台上你都可以表现得非常好，会非常期待你后面更精彩的演出。谢谢老师。平彦很好啊，平彦这个歌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，那个冠宇可以参考一下，就是平彦也是一样，一进来哇、哦、好好听哦，可是他到了该有细腻的一些细节的时候，他做得非常好，这个是可以给你参考。我觉得平彦今天这个表现得非常好。谢谢老师。不料没过期未锁，朋友用真心来担我过去的时间，深爱的你，最近过得好无？但也不像我，每天在想你。故乡的月亮，永远这么美。像咱彼时的甜蜜，搁有青春的记忆。心爱的你，你不是我的我，他用的提起那无难的相信，你无点不亲密，那已经归归你的笑容，你的感情，我永远会来陪厉害 ，A 段其实是最难拿捏的。那我觉得你今天 A 段唱得非常好，但是今天你还是表现得很好，老师还是非常享受你。是
平燕唱歌，我觉得，我自己听了，我就觉得很容易把人家带进去，我觉得很好。你自己有你自己唱歌的一个吸引人的地方，我觉得很好。谢谢老师。平燕呢？老师好。你刚刚讲说，你最有魅力的地方是你的高音啊。我认为你最有魅力的地方是你的态度，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，那叫勇敢。虽然有瑕疵，那是一定的，连原唱唱这首歌都可能唱不到他原来的功力，更何况你是一个年纪这么小的孩子。所以我要鼓励你，明知不可为之是很棒的一个态度。那你今天也没有差哦，当然有一些音准上的差池，尤其第一句出来有点可惜，但是你后面唱得很棒，那都超越你的能力，所以给你很大的鼓励，好吧，加油。总是笑笑。
谢谢。那我们的品彦呢？老师好。哇，你的声音真的是很美声哦。那我觉得你的，我最喜欢你的高音的部分，你的高音很圆润，然后你非常的，那个口气的起伏，我觉得尤其最感动的是副歌的时候，你那个口气起伏控制得很好。当然一进歌的时候，我觉得有一点点不确定，对不对？不确定，稍微有几个音就没有那么稳定了。但是你很快就调整进来啊，就是一直到副歌那个地方，我是觉得最好听的部分。好，今天三位都很棒。品彦呢，在唱这一首歌，你知道一个很美声的声音啊，对我来讲，我有时候就是会有时候就会觉得太美的东西会不够真实。但是品彦就是这个年纪没有想很多，反而在诠释这样的一个美声，在诠释一些句子的时候，让我很有感的，而且越来越就是放心的，就是随着他的声音就被拉进去了。那品彦老师好，你的声音出乎我预料的美丽，美丽，你知道吗？叫做水，你的声音声质很水，因为你还没变声、哦、但是呢，今天 A 段的部分低音比较多，给音的地方比较多、啊、所以你一直在给音，在给音的时候呢，你就比较没有办法展现真正你想展现的某些情感啊，或某些情绪，所以只有这样子而已。其他我觉得你唱得很棒，很好。我好想彼只失去爱情的白龙寺，后悔无讲出彼句话，一直惦梦无中飞过来，飞过去，
老师，谢谢。平燕老师好，你真的太棒了，你这个孩子，我不晓得怎么形容你。我上个礼拜才讲，你有一个转音没有转得很漂亮，你今天就展现了最水的一个转音，让我听到了。哦，对你的思念不禁泪光闪闪的这一句日文，你唱的真的那个细节小细节，整个起鸡皮疙瘩。然后你的台语呢，唱的让我觉得你的抖音自然到非常非常的自然，你那个主人家很好听的，太帅了，毫无瑕疵，太棒了。谢谢老师。在听你唱歌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，是什么样的水分造就你今天的才能？你平常在做些什么事？你怎么有这样的气质，这样的台风？这个是很困难的，尤其你那句我好像是爱情失去那叫爱情的白灵犀，哇，那三个字是我听过这首歌唱的最美的。我好想彼只失去爱情的白灵犀，但我相信你不是刻意做出来的，那是一种天分自然。尤其你唱歌很享受，我觉得刚刚二位庚瑶跟豪杰，豪杰也有享受，但是紧张了一点，但庚瑶你要去学习享受的感觉自在，否则你在这舞台上你会被他压垮。就像老师讲的，你一直在撞墙期里面不知道怎么办。好，我相信这个都是各位要去学习的，从一个品燕的身上可以看到很多细节。好，三位都继续加油好吗？谢谢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好，
我们来听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平燕老师好，你唱的好美哦！你把这首歌，你把这首歌唱就水就水就水耶！你这么小的年纪可以讲看戏人拢无，看戏人拢无的那个顿点跟那个画面感可以呈现出来，已经非常厉害了。继续加油！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请 Freddy 老师为我们讲评。对，品燕哦，我刚刚是听到 Kigabopay， 我很喜欢陈明章老师这一首歌啦哦。所以说我一开始我就想说，这个11岁的小男生阿迪亚干嘛发抖，干嘛摘掉？因为这个其实他陈明章老师是一个人生阅历很丰富的人，他写这样的歌有他的道理。结果我刚刚一听吼，我说我起鸡皮疙瘩，就是真的是很感动。我相信你未来吼，不管每一首歌你能不能，是不是人生真的有经历过像那一首歌要有的那些层次，但是我感觉你是就会当去深入了解那条歌的感情的人，所以我会蛮期待你未来去驾驭更多人生阅历更丰富更复杂的，那个是你的挑战，但我觉得你做得到。谢谢，谢谢老师。我不敢想要阻挡，打拼是为你着无三分半，这款的希望敢有过分啊？今天选的这首歌呢，刚好我很熟。你这首歌词只有一个点，就是低音。然后呢，我从这首歌里面呢，我已经听出来了。我要跟你妈妈讲，较紧的跟你报，安那报，你的声爱好啊保养啊，纯粹的，让他的声音是纯粹的，唔免讲国加工啊。你即马唔好特别加加工，你国加加工，他会很累，疲惫之下也变形。所以你现在要好好保护你的嗓子，好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平燕老师好。11岁的年纪可以这样唱，我还是很佩服你的，非常佩服。因为我觉得你对于音乐的灵敏度跟歌词，你所收到的这个讯号，我觉得是很厉害的。虽然你现在这个年纪还没有变声啊，你这个年纪在于高音的部分你掌握得非常好，但是就像刚刚姚文老师有讲到，你的低音的部分是需要你要努力的地方。之后你在变声的时候，我觉得你慢慢去接受你那样的声音的时候，在每一个声音去表现出来的时候，去找到你声音的特质，我觉得这是你要慢慢去学习的地方。怎么样去找到那个特质？然后，因为你对音乐的灵敏度、对声音的灵敏度这么厉害的话，我觉得你应该很容易就找得到。
接下来慢慢变身的时候，就是考验你的时候了。哦，谢谢老师。平燕老师好。平燕很好啊，我觉得你今天唱这个歌也各方面也都很稳啊，所以呢，你的策略是不一样的，因为雅文老师说你快要变身了。所以你赶快在20周里面拿到卫冕，啊，我很敢呢，我很敢，真的敢呢。对啊，这是我觉得最好的策略。对，所以呢，你就稳稳的，然后每一周挑歌，小心的、谨慎的挑，找到你最适合你的歌，对，好好去诠释它就可以。接下来邓平燕带来的歌曲是《今夜搁再想你》。
谢谢平燕，谢谢邓子老师们。哇，真的是很精彩啊！不过我多问一下平燕呢、啊，你为什么会选这首歌？跟你的十一岁有什么关系？因为就是早上就很早就要出门，六点就要起床，对。就这么单纯。哦，所以逃早就出门啊，对对对。对对对，我觉得这个这个理由已经够充分了，充分了，充分了。我十一岁的时候也是逃早就出门啊，对啊。OK， 好，我们请雅文老师为我们这个讲评。平燕，你选这首歌打破了我们所有的观感，因为我感觉平燕不可能唱这种歌型的歌曲，但是你唱了这种的歌曲，我就感觉讲咬字能够更紧一点，更加硬的，咬字更加硬的。然后呢，这首歌呢，你如果我要讲你的优点，我只当讲你有注重细节，你的细节呢，你拢唱得真水快，我觉得非常棒。然后你很有勇气的，挑战了这样子的歌曲，这么的轻快，这么的有个性，我觉得非常棒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谢谢。平燕，哇，真的很棒。你知道你今天你挑这首歌，你展现了什么样的能力吗？这首歌是一个有很多不同的孤品、不同的反拍的地方。你的掌握拍子能力非常好，哎，这不是。不见得是每一个歌手都有的能力，因为大部分的学唱歌的人可能都是着重在音准啊，或是比较大的拍子。你把这些小拍子的轻重，然后你把那些很跳动的感觉都掌握得很好，还有同时你又加上很多一些口气的东西，让这首歌非常的活泼，然后这个青春洋溢的感觉搭配你的舞裙，我觉得在这种高压的情况下，你要貌似轻松的把一首这种轻快节奏的歌表演好，真的不是那么容易，所以我今天对你非常赞赏有加，好，加油哦！谢谢老师。谢谢
谢谢平面。我为了喜暖的人靠你的心过过，世界的走找香烟的那张梦，我爱的那个人，美丽的转头针，陪我过一世人。是狗人，要走的时阵在流浪，伊的心要交予别人，上最是留一盏伊美丽的头盏。我已经看破爱情无望，脚步嘛犹原真沉重，灵魂亲像一只孤蜂，爱经过几落冬，才会当将伊放。是份路撇金管轻重，我爱的那个人，感觉是一个人，也是已经有美丽的长头针。我过路失恋的人，头热热心花花，世界在走找香烟的那张梦，我爱的那个人，美丽的长头针，陪我过一世人。旧爱情留念十年，红衣衣寸寸香，我甘愿是份路撇金管轻重，我爱的那个人，感觉是一个人，也是已经有美丽的长头针。我过路失恋的人，头热热心花花，世界在走找香烟的那张梦，我爱的那个人，美丽的长头针，陪我过一世谢谢邓平燕，也谢谢四位电视老师们。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邓平燕带来的歌曲是《喜》。最好唱到阿德老师哭。你要唱到他哭了。他的目标是唱到阿德老师。一杯花，一夜，一。
谢谢。天啊，好好听、哦！原来大招在这里啦，哦、对不对？好，嘿呀、啊，平燕介绍一下你的朋友们好吗？好，这位是佑璇姐姐，吴佑璇，对。然后这个是靖宇，张靖宇。然后这个是那个宇珍，林宇珍，对。然后后面这位是那个学长，对，松伟，松伟哥有来过的，对。松伟哥啦，松伟好久不见你，松伟哥啦，学长。然后这个是玉腾哥，对，玉腾哥，对，然后这个是佩奇姐，佩奇姐，佩奇姐，来，我们看一下佩奇当年来的话，来，拍手，嘿，讲恭贺威。感谢你的抱阿仙，让你金明财富满大天，让你年年春，年年富，年年起老厝，一年好，两年好，年年招财又进宝。哇，今天我好搞够的，你刚刚有四回呢。哎呦。现在几岁了？现在13。等一下，我记得说小时候要嫁给我的是佩奇吗？是佩奇吗？现在又可以嫁了、啊。现在他的答案会不一样。这么久的时间过去了，你有改变过你的想法吗？没有哎、欸。太会做人了吧？我输了。哎呀，好，那怕自己请我的狗。我靠！佩奇干得好，就要笑他就对了，好不好？我输了。我输了，过来。太可爱了，哎，很感动哎。而且他刚才唱那首歌真的好完美哦。对。哎，你们有很多的时间做这样子的练习吗？其实昨天彩排是第一次。第一次合体哦。一起合体，对。哇，这可以这么有默契啊！大家的程度都在那里啊。对啊。
哦，对对对，这关你当恭喜平燕七打一耶，对啊，那我很可怜的呀。啊，你这么短呢？由此可见哦，你看梅君老师的确是给我们的平燕带来很大的压力，是，对对对，也是放大招了啊。好了，我们来请老师做讲评，雅文老师请讲评。平燕呢出了大招，嗯，找了这么多的小朋友，这么多的孩子，然后一起的站枪。我觉得平燕你今天呢，我觉得你对战了姐姐的一场比赛，然后用美声来对战有个性的歌声，因为梅君姐姐她是有个性的歌声，你来对战她，然后可是你让我感受到的是平燕你这对是有感情的，有感动的，然后那个感情又是能够喜欢到那么多年了，还那么喜欢志豪哥哥的，我觉得不可思议。然后可见你们歌声当中的感情是真的，所以我觉得平燕你们这一对真的让我很感动。你要知道，人生的过程起起伏伏的过程，现在是你最美好的过程。你要感谢你所有的朋友 ，OK。我想要唱歌给你听，虽然我不知你这阵的感觉，但是我会一直唱到落下。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邓丕燕带来的歌曲是《半包婚》。这首我不讲太多，进入情绪就好了。好，谢谢。唱两万听 ，OK。一阵冷风轻轻吹过来，提醒阮这不是眠梦。桌顶的半包烟已经放半冬，无声的夜。使人心惊吓，无声的你会使我心痛。一阵冷风轻轻吹过来，提醒阮这不是眠梦。路顶的半包烟已经放半冬。明早阮上讨厌你对阮大细声，如今心内的遗憾是你不再甲我梦。我想要唱歌给你听，心内一句话我毋捌讲过，你是我的心。我唱歌给你听，只要你的眼神给我一点希望，我会永远甲你作伴。我想要唱歌给你听，虽然我不知你这阵的感觉，但是我会一直唱到落下。唱歌给你听，何时才通解脱命运的拖磨，等你是来叫你的名。我想要唱歌给你听，我想要唱歌给你听，何时才通解脱命运的拖磨，等你是来叫阮的名。
谢谢老师。谢谢平彦。啊，我们一张纸给平彦好不好？情绪很满哦。嗯。十一岁耶。对。对不对？第五关的魔王哎。而且他这首歌呢，嗯、又是送给阿公的歌。我觉得看有很多种情绪，一个是说终于这个魔王，对不对？对，拼到第五回合了，各种压力的释放，是是是，好，好一点了吗？可以了，可以。